干鱼也是沟通的工具，也是拿来酸人的工具。沟通也是，酸人也是沟通的一种，酸人也是一种沟通。对，只是不正面的沟通而已。对，只是比较负面的用法。这有点风好大，所以我头很痛，我没想下去。你去那边啊？分编程现在剩八组啊，台北剩14组，缺编程有39组。重点是西日本有钱，所以东日本有钱，所以东日本盖出那一条。这是我多跟我妈多坑了2000块出来。我看你要不要跟她多报账。